嗨，大家好，那我是 Apple。 那今天呢，我跟 Ellery 呢会去巴雅岛哈。今天呢我们非常的兴奋，天气也非常的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 Sheldon Bear 呢，来这边坐船来到去我们的巴雅岛，希望我们可以在那边见面哦。拿过船票过后呢，我们就要准备上船了。那这艘船会直接载我们到达巴雅岛。现在我们要上船了，我们快点出发。再见啦。那这艘船呢备有很多座位，然后大家呢必须依照船票而对号入座，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没有座位坐。那我们现在船上哦，记得跟着你的票，跟着你的座位号码哦。那在我们去巴雅岛呢，就千万不要忘了带这个防晒的哦，啊，还有一些毛巾啦、水啦，还有泳衣哦，记得要带哦。然后还有就是太阳眼镜。那终于出发了。将会有一个简单的这个舞蹈啊，所以呢我们才会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那现在大家必须专心听取舞蹈员给大家的舞蹈，以照顾自身安全以及谨记可以和不可以做的事情。那这边就是我们来到的巴雅岛哈，那这边呢是由四个小岛组成的哈，而且呢在1985年呢被列为海洋公园。那在也就是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的第一个海洋公园，而且呢这边也有设施完备的这个海上浮台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可以再来到我们这个巴雅岛享受你们的假期。那在巴雅岛呢我们的兰卡维科勒呢为你提供了许多的水上活动。那除了潜水以外呢，还有就是许多的水上活动，就是你可以享受你的浮潜活动，就是在海面上那个浮潜着看着海底生物。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水底这个隧道呢，去观赏七彩缤纷的小鱼以及珊瑚礁。那还有你可以在那上我们的海滩上呢享受你的日光浴以及留下你美丽的倩影。 OK， 那我们现在要换衣下水了，走吧。那现在拿过了通气管面具以及救生衣之后呢，就准备要下水了。我们会先开始饲养七彩缤纷的鱼儿。那在享受饲养鱼儿的当儿，也要注意安全哦。OK， 我们现在下水了。那我自己呢只是享受在海面上的浮潜活动，那您大家呢也可以享受潜水活动。哇，真的好刺激，那些鱼儿都在这边抢吃哦，抢得我很紧张哦。那将近午餐时间了，那从海上上来之后呢，一定要冲着干净的水才可以去用餐哦。OK， 那经过了许多的水上活动以后呢，那兰卡维科勒呢就提供了这个自助午餐呢，还有我们的开胃食品以及一系列的这个本地食物，还有的水果以及甜品供你们享用哦。小鲨鱼。
那来到这边呢，我们可以饲养小鲨鱼，如果您大胆的话，以及有辅导人员在旁边，您可以近距离的饲养小鲨鱼。那喂了鲨鱼过后呢，其实我们可以沿途到沙滩上去做一做日光浴哈，或者在那边散步，然后拍照留一个纪念。现在我们可以到另一边的沙滩去走走，这边的沙非常的幼，海水也非常的清澈见底。哇，这边真的好舒服啊，多希望我可以在这边多留几天呢。不过好可惜哦，这边只有一日游的行程，那在傍晚之前呢，我们要乘船离开了哦。在这边我们可以下海玩一玩海水，或者在沙滩上漫步。那最后一班船是在2:30哈，再不要错过了哈。现在我们要回去甲板上冲凉了。那在兰卡威科勒的这个海上佛台呢，是不可以使用肥皂以及洗发精了，因为我们冲凉的水呢会直接流下海里。那玩了大半天，大家也非常的尽兴和疲倦，现在大家也准备乘船离开了。哇，今天真的是过得非常充实以及开心哦，那希望在巴雅岛可以见到你们哦。那我是 Apple， I'm Marilyn from Scarlett， where we bring you more and more good news。